啊，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讲的是《妙法莲华经》啊，《妙法莲华经》。那么我们使用的这个教科书哈、啊，主要是由信范法师所著述的哈、啊，《大圣妙法莲华经讲义》啊的这一本。那么我们大约哈、啊，差不多讲到130页左右。那我想在因为也隔了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稍微再有一点前情的提要哈。在一方面呢，因为我们也进入了经文，那经文里头我们说第一哈，第一品叫做序品啊，序品。那其实每一品都很长啊，但是呢，因为经文里面哈，它会反复不断的重复。那我想我把第一品的这个序品的整个大纲哈、啊，稍微跟大家再提一下。啊，因为大纲呢就很像什么整个纲要啊，等于序品虽然经文很长啊，经文相当的长，也好几十页啊要翻过来，但是怕见数而不见林呢 啊就是那个林相如何，那么它是整个的大架构啊，大的架构理解之后，我们再来看一棵一棵的树哈。啊一篇一篇一页一页的这样子看下来会比较清楚一点，啊，所以呢，以第一品哈、啊、叫做序品来说的话啊，那么应该说是因为在整个哈、啊、妙法莲华经的这个法宴呐 啊那么我们如果有机会到印度啊，那么也就在印度的灵鹫山啊，印度的灵鹫山啊，那么佛陀在那里呢，就是宣说了妙法莲华经。那妙法莲华经呢，其实又名为什么无量义经，无量义经啊，让我们能够进入什么无量义处啊啊，所以呢，佛陀一旦在宣说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呢，就会天降啊华雨啊啊，也就是说会下什么曼陀罗花的雨啊，会现瑞相啊，有三种瑞相，一个就是下华雨，还有呢就是放光。啊、哦，放光，还有呢，大地震动，大地震动，这个都表示佛陀讲经说法的什么所显现的瑞相啊，有三种瑞相，啊，就是下华雨啊，那么大地震动，并且会怎样？会放光啊，佛陀那么放光，那佛陀的放光会从哪里啊？从眉间的这个白毫相光啊，那么呢，放了这些光明之后呢？那么与会的大众竟然去怎样照见了东方啊，18000的这个国土里面啊，也就是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啊，竟然透过啊佛陀说法所现的这个瑞相当中去看到了东方世界啊，国土里面的这个其他国土啊也有佛陀在说法。也有佛陀在说法，不是只有我们这里才有佛陀。我们说整个宇宙是不是无限无量的大啊？有无限无量的什么世界，并不是所有的世界都有佛啊，有的世界有佛，有的世界没有佛啊。所以我们说啊，纵然我们还不清楚我们自己本身啊，我下一辈子到底要到哪一个世界去，其实有很多的去处啊，有的人发愿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有人发愿到东方净琉璃世界啦，或者乘愿再来，或者到弥勒啊这个内院去，对不对？有种种的这个发愿，但是有的人可能会想说，哎呀，那我还搞不清楚我要去哪里，那怎么办？发愿到有佛法的世界，不管哪一个世界，一定要有佛法的世界，才让我们有机会在使我们的什么法身慧命得以延续长存，啊，好，那么在佛陀讲经啊说法，尤其是《妙法莲华经》的时候，他所现的这个瑞相毫光当中呢，哈、啊，让我们这边啊与会的大众呢也看到东方啊18000的这个佛土啊，而且他那边的种种的景象啊，还有那边也一样在听经闻法。也在做种种种种的什么修行啊，那这些现象呢，那么让这里的众生呢看了就非常的讶异啊，惊讶啊，也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说德不孤必有邻啊，不是只有我们这个世界在学佛，
原来很多很多的世界的众生是不是也都在学佛啊？啊，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呢，其实一样啊，就像别的世界也在学佛，说不定他们也照见到我们这里的人在学佛，是不是？啊，所以只要同样都是学佛的话呢，有这样的善根因缘，其实都有机会的哈、啊，都有机会。啊，所以当时候呢，就有弥勒菩萨，啊，弥勒菩萨呢，那么他代表着所有与会的听众呢，啊，因为他起了很大的疑惑。啊，为什么别的世界也在讲经说法，也有佛陀在讲经说法，啊，于是呢，其实不止弥勒菩萨有疑问，其实与会的大众是不是也都有疑问啊？但是由弥勒菩萨呢，那么起而发问啊，那向谁发问呢？啊，向文殊师利菩萨，啊，因为这个时候佛陀在现瑞相的时候，大地震动啊，放毫光啊，其实都在禅定当中。非常的安静，啊，非常的安静。那这种状况呢，其实没办法直接向佛陀请法，于是呢，就向什么文殊师利菩萨来请法，啊，文殊师利菩萨，我们虽然说啊，好像是菩萨的果位，其实不是。文殊师利菩萨呢，其实过去也曾经啊，也曾经成佛，啊，我们说有一些曾经成佛者啊，啊，像观世音菩萨也成过佛。这种都属于道家慈航啊，就是说，哎，纵然成过佛，他也愿意用菩萨的身份来怎样来度化众生啊。所以呢，文殊师利菩萨呢，那么就由他啊来为大家讲述他过去曾经有过的经验啊。那他有什么样的经验呢？就是他在过去哈、啊、有二万位的这个日月灯明如来。啊，每一位要成佛者，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哦。有多长呢？就好像，啊，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弥勒佛是下一位佛，要多少年的时间呢？57亿年左右呢，是很长很长。每一位佛哈、啊、要成佛，在同一个世界里头，每一位要成佛者，其实都要很长的时间。哦，非常长的时间是很不容易的啊！这个都是要透过什么宿世啊，三大奥僧祇劫这样累生累世累劫的修行过来啊。所以呢，文殊师利菩萨说他过去有这样的经验，他已经啊遇过有二万的日月灯明如来啊，日月灯明如来，那都是同名同姓啊。那到最后一位啊日月灯明如来的时候。啊，因为每一位都非常的长久，啊，那都没有在另外啊二万位都全部啊各有其他的他的们的这个名号啊，是因为其实佛佛道同啊，啊，所有成佛者无非就是智慧跟慈悲的什么具足嘛，福慧具足是不是就能够成佛啊？啊，那这种福慧的具足呢，其实就如同日月灯明如来一样。日月很像代表了什么智慧与慈悲一样来照亮着世人啊，所以他这二万位来说的话呢，其实都好、啊、没有另外再去讲他们的这个细节名号，都说同名同姓，其实是佛佛道同的意思。好，那么他讲说到最后一位啊，叫做日月灯明如来的时候，也曾经出现过啊，类似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所现的瑞相啊，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宣说《法华经》所现的瑞相，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是不是过去也曾经有过啊？而且呢，几乎啊，所有即将成佛者啊，或者佛陀的这种现瑞相呢啊，在宣说法华经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特质，都可以看到其他的世界也一样啊，都在听经闻法啊的种种这种啊不可思议的微妙的这种现象啊。所以呢，他的经验啊，因为这种经验其实是宿世累劫的啊，不是他这一辈子的啊，是文殊师利菩萨他宿世累劫曾经有过的。那么到最后一位日月灯明如来的时候，也曾经现出类似这样子的不可思议的现象。那么之后啊，也一样哦，到佛陀一出了这个三昧之定啊，
啊，因为我们说在这个时候佛陀其实是入了三昧啊，也就是在禅定当中，那出了三昧之后的才向大家宣说法华经啊，所以我稍微再修正一下，就是说其实是应该讲释迦牟尼佛在宣说法华经之前先现瑞相，先现瑞相啊，那所现的瑞相就是怎样，雨天曼陀罗华，对不对啊，下了这个好像天雨散花一般，对不对？然后呢大地呢震动啊，而且放出什么这个毫光啊，其实在禅定当中会放毫光啊，那这种毫光不是只有佛陀自己本身受用，而是让与会的大众都受用，透过这样的毫光去见到了东方啊，有一万八千的佛祖也一样跟我们一样哦，啊一样在学佛啊，一样有种种的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啊，那由弥勒菩萨来请教了什么，来替大众啊这个发出疑问，请教了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就是说他曾经有过经验啊，经过了二万两万位的啊日月灯明如来的最后一位啊，他也是啊也有类似的状况啊，当他这个出了啊最后这位日月灯明如来出了这种禅定的时候呢，就开始宣说法华经，宣说法华经，所以呢文殊师利菩萨也等于能够预估佛陀啊，释迦牟尼佛出定之后是不是就开始要宣说法华经了啊，其实就是要宣说法华经，所以我们的续品是由这样子来开始的，对不对啊？然后呢文殊师利菩萨在那一世啊，他就叫做妙光菩萨啊，因为文殊师利菩萨其实在过去世的每一世当中不一定完全都叫啊文殊师利菩萨，他在那一世呢就叫做妙光菩萨，而且就在那个时候听闻了什么法华经啊，所以当日月灯明如来这个进入了涅槃以后呢，那么这位妙光菩萨啊，他就负责教化啊，教化佛陀啊，日月灯明如来啊的这位佛陀，他出家之前有八个儿子啊，有八位王子啊，啊有八位王子，那么我们说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出家之前是不是也有一位儿子，也有一个儿子啊，叫做罗侯罗嘛，是不是啊？那这个日月灯明如来呢，他这个出家前呢有八个王子啊，第八个那么就叫做燃灯佛，就叫做燃灯佛啊，那么在庙，那么也等于说燃灯佛啦这些哈、啊、在过去世是不是也曾经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学生啊，他教化的弟子，所以我们常讲说文殊师利菩萨是什么众佛之师啊，是佛陀的老师啊，是因为他过去其实早就已经成佛啊，只是他愿意用什么菩萨的方式来教化啊，所以呢燃灯佛呢其实也都在妙光菩萨的啊这样的一个教化当中，那么不止燃灯佛当中还有一位叫做求名啊，求名弟子啊，他虽然也很有善根，但是比较求名求利啊啊，所以叫做求名菩萨啊，求名啊，他的名字就叫做求名菩萨，也就是啊我们现在经典里面所谈到的弥勒菩萨，其实就是弥勒菩萨啊，所以呢文殊师利菩萨就根据自己过去世的经验啊，那么来推断说啊，释迦牟尼佛一旦出定之后是不是就开始来宣说什么法华经啊，宣说法华经啊，宣说法华经啊，虽然这个整个纲要啊听起来不是太长啊，但是呢这个经文讲了很长很长啊，讲了非常的长，好，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哈、啊，我们的这个科判表，科判表。那、啊、因为我们的科判表呢，啊，其实也一样会有续分、正宗分到什么流通分啊。我们现在所讲的是什么续分啊？续分，好、啊，所以续分里面会有什么通续跟别续啊？跟别续。那别序里头啊，通序都会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哪里哪里有什么众，对不对
啊，所以光是列前面的众已经列了很多很多啊。那么因为这些众呢都个别不同，所以也就进入所谓的什么别序啊，所以呢就会有众集说法啊，等于是这么多的与会的大众呢，那么一一列名啊。啊，因为在六成就里头是不是信闻识主处还有众啊，主是在释迦牟尼佛啊，众呢非常的多啊，非常的多啊，那么就一一怎样集众来说法，列举听众啊，那么列举完啊，这个完毕呢啊，那么佛陀啊说已入定，有没有入定啊，那么入这种三昧的大定啊，然后再一定怎样现锐，有没有啊，这个几乎都是在什么，在定境当中呢会现出什么种种的锐相，所以这些锐相呢会有什么雨华动地，有没有放光普照，这两句已经有三个锐了，因为下面也可以看到啊，总举什么三锐来问，有没有啊，也就是说雨华是不是一个锐，雨天曼陀罗华动地，有没有六种的震动，大地有六种震动啊，怎样的六种震动呢啊，是因为只是在讲这个大地的柔软，东涌西动，西涌东动啊，也就是说我们平常讲大地震好像都很可怕哈、啊、但是佛陀说法的那个现锐的六种震动呢，是让大家非常的和悦的，啊，是感觉到整个大地都柔软起来了，啊，会东涌，东边涌出，然后西边来动，啊，那么也会怎样西涌东动，南涌。北动，那同时是不是就北涌南动啊，也非常的公正哈、啊，公平、啊、再加上边涌中动，然后中涌边动，这个叫做六种震动，是不是六种啦、啊、哎，大地震动啊，是非常的柔软的啊，这是一种锐相哦，啊，是一种锐相啊，所以呢这个叫做什么呢，放光哎，好哎，雨华动地，有没有，然后放光普照，放光普照，从科判表里头是不是就比较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架构啊，看到架构啊，然后弥勒菩萨呢他就会见锐怎样疑问啊，见锐看到这样的锐相啊，反而起了疑问啊，因为呢没有看过啊，会觉得非常的讶异啊，非常的惊艳啊，所以呢在见锐疑问里头是不是就分了两个叫长行跟什么寄送，长行寄送啊，那这个长行里头呢就会有这个疑问啊，从弥勒菩萨的疑问，他不仅质疑，而且众大众其实也在疑啊，他等于是带大众来怎样来请法啊，那因为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是不是在这个禅定当中啊，啊入法华三昧当中啊，是非常的宁静的，所以他只好请教什么来请教文殊师利菩萨啊，请教文殊师利菩萨啊，所以呢这个是属于长行的部分啊，长行之后就进入什么寄送啊，进入寄送好也等于在我们的126页，有没有啊，125页好了，质疑啊，有没有长行里头是不是就有一念啊，啊，有弥勒菩萨自己的什么怀疑，示现有疑啊，啊，说，今者世尊现神变相，以何因缘而有此锐？有没有？是什么样的因缘而现出这样子的锐相呢？
啊，那么金佛世尊入于三昧啊，那他这时候是不是正在这个禅定当中啊？啊，是不可思议，现稀有事啊！啊，所现出来的呢，都是非常稀有可贵的事情。那么，当以问谁呀、啊？有没有谁能答者啊？复作是念啊！那么又一次的做这样的念头的时候啊，想到了是谁？文殊师利法王之子啊！啊，已经曾经供养过去无量诸佛啊！啊，必因见此稀有之相，我尽当问，有没有？所以由弥勒菩萨啊，那么就想要来问什么文殊师利菩萨。好，126页的经文有没有这个众疑？其实也不仅是弥勒菩萨怀疑啊，大众是不是也升起了怀疑的心啊？啊，所以呢，尔时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及诸天龙鬼神等啊，那么闲坐此念有没有？他们是不是大家也都怀疑啦？好、啊，因为。这个景象是几乎没有看过，不是世间所能够体会到的啊，在世间的生活经验里面是没有的，这个都要有相当大的福报因缘哈、啊。好，所以呢，大家也都怀疑哈、啊，说都有所疑问了哈、啊，倒不一定是怀疑。那么是否光明神通之相啊？今当问谁？有没有啊？就是看到了这些瑞相啊，为什么会有？是什么样的因缘而能够现这些瑞相啊？那么我们今天应该要问谁呢？啊，那么这个时候尔时呢，弥勒菩萨呢欲自觉已啊，又观四众，有没有啊？他一方面也是自己要解决他的疑问，再一方面也看到四众是不是也都有疑问呢、啊？啊，四众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及诸天龙鬼神等众会之心呢、啊？啊，都观到这些。啊，所有与会大众的心，然后呢，他就来问文殊师利菩萨言：“啊，以何因缘而有此瑞啊？啊，是什么样的因缘而现出这样子的瑞相？神通之相，放大光明，有没有？啊，因为他透过了神通之相呢，那么大放光明的状态，去照到了什么东方万八千土，有没有？细见彼佛国界庄严呐、啊，啊，也看到了东方的哈、啊、一万八千的这些国土啊，这些国土都是属于什么佛土，都是有佛法的国土，那么也就都看到了彼佛国界的什么庄严啊，那这个是长行。跟寄送不大一样啊，长行就是好像我们平常写文章啊，就不断的叙述啊，但是呢又会有寄送啊，那这个寄送呢往往就是怎样重宣此意，在128页有没有啊？弥勒菩萨欲重宣此意有没有啊？就以寄问曰：文殊师利啊，导师何故？啊，导师指的是谁？释迦牟尼佛，是我们三界导师嘛，哈，眉间白毫，大光普照，有没有？放光，而且与曼陀罗华，啊，那么曼，而且不止曼陀罗华，还有曼殊沙华、旃檀香华，啊，悦可众心，有没有？啊，都是让大众喜悦的，因为瑞相都会让我们大家起了喜悦的心。那么也因为这样子的因缘呢，地皆严净啊，啊，大地呢都非常的清净啊，非常的庄严而清净，而此世界呢六种震动有没有？啊，六种震动啊，十四部众呢衔接欢喜啊，深意快然，得未曾有啊，那么都是一种很悦可的心啊，所以呢。在129页的经文的前面有没有看到三种瑞相？就是一个雨天、雨华，是不是地动跟什么放光啊？这是三瑞。好，那么再来别举啊，这放光的这种瑞相来问啊。所以呢，眉间光明照于东方，有没有啊？万八千土皆如什么金色？啊，看到其东方的这个18000的这个佛土，都如同金色一般啊，而且从阿鼻地狱，啊，从下至阿鼻地狱，上至什么有顶的这些天界，
那么诸世界当中呢，一样，他们也有六道众生，而且生死所去呢，善恶业缘、受报好丑，于此悉见呐、啊，都一样看到，跟我们这边一样啊，六道众生生死所去啊，就是我们这些凡夫六道轮回的众生啊，一辈子一辈子是不是都有不同的道啊？到底我们将来会去哪里呢？那么都是善业。业缘的关系，善恶业缘的关系，这是我们的什么生死所去，有没有啊？那么在有生之年啊，会有受报的好丑，有的很美丽，有的很庄严，有的很丑陋，有的很富贵，有的很贫贱，是不是都各有不同啊？啊，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呢去看到对方啊的东方这些佛土里头呢，哦，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这些种种的什么现象。所以呢，接下来就是在问这个三宝化事，就是说在六道当中，那么也得要有三宝来化事，我们这六道轮回的众生是不是才有机会能够超拔才能跳脱出来嘛？所以呢，就要先怎样总问三宝来化事而为什么会有三宝能够来化事呢？所以呢，在130页这里就可以看到说。又睹诸佛呢，圣主狮子演说经典，微妙第一啊！那边是不是也可以看到有诸佛菩萨在化导当地的众生所以叫圣主狮子这个狮子是不是就是狮子吼啊？警醒大众不是只有世间的学问而已以佛法来讲的话，最重要是不是就教我们如何的生死啊？不是只有如何生活而已。还包括死亡这件事如何的面对，因为所有生下来的人是不是都一定要面对死亡的事啊？还未死亡之前，我们周边的至亲好友的死亡对我们是不是都很大的震撼那么总有一天是我们自己那如何的面对所以会演说什么经典微妙第一因为它是释出法超出世间法，对不对？而且呢，其实也不仅是个人的解脱，以菩萨道还能够怎样释出释入而无碍，乃至到成佛的怎样能够尽虚空间所以呢，像这样子的佛法来说的话，其圣清净有没有是清净无染的，不是谈论任何的人我是非的那这种出柔软的音。柔软的音，也就透过柔软音，那么大众是不是才能够接受所以有的人音色不好的话，要大家不断的听是不容易的是不容易的所以呢，我们说，很多的长相啊、声音啊，这些是不是跟术士都要有关系啊？点点滴滴如果我们这辈子还不够这个圆满，那么我们是不是要继续加紧用功？这个都是可以怎样可以修正的哈，所以呢，佛菩萨他们都是这样子，声音清净其声清净，而且出柔软音来教诸菩萨无数亿万，所以教诸菩萨的这个菩萨就不止当然包括像我们这样子的凡夫菩萨虽然是凡夫，也因为我们的一念什么菩提心而可以名为什么菩萨那当然还有圣贤菩萨乃至菩萨摩诃萨，是无数亿万嘛梵音深妙令人乐闻是非常让人家喜悦的。所以佛法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就是它是很光明的，很温暖的是让大家听了所谓的正法听了是非常的舒适的心里头是非常的喜悦的所以呢，这些诸佛菩萨也各于世界，因为他这不只是一个世界是不是起码有18000世界那各于世界来讲说正法那如何的讲说正法呢？要用种种因，也要种种因缘的什么合，对不对？也要以无量的什么譬喻有时候我们不容易法义不容易理解的时候，是不是就要用种种的比喻比喻比较容易懂，是不是？比喻比较容易懂就像我们说佛陀所说的法为什么叫狮子吼，狮子吼是不是也是个比喻在森林当中
啊，不管什么野兽吼都还不是大家太注意，狮子一吼大家就注意了，是不是？啊，就是世间法来讲其实太多太多了，但是一旦谈到出世法就比较特殊，对吧？世出法、生死法，不是只有生活法而已，是生死法，是不是？啊，那么这些呢，那如何去理解生死，其实是不是要用种种的譬喻来照明佛法，开悟众生啊。如果有人遭遇到痛苦的话啊，那么也厌老病死啊，因为我们所有的众生是不是都有生老病死之苦，那么就未说涅槃啊。所谓的涅槃也就是解脱法，如何的超越生死啊，能够解脱出来，尽诸苦际嘛啊。我们的苦本来是无量无边的，让我们的苦有个边际啊。为什么有边际？因为我们跳脱出来，是不是就有边际了啊？跳脱不出来呢，其实苦海无边呢 啊。那这是有人遭苦的话，那如果有人有福呢啊，也曾经供养过佛啊啊，但是呢光修福报是不是不够的，必须要怎样再修智慧，所以要怎样智求圣法啊，智求圣法啊。所以我们说除了修福，是不是应该还要再修慧啊？如何修慧，就要智求圣法，未说缘觉啊。啊，我们常讲说我们如何觉悟，是不是要透过什么？透过因缘法啊，透过因缘法而觉悟。那因缘法要从什么法相还法性啊？法性，法性空慧嘛，对不对？性空，性空，这都在讲因缘法。透过因缘而觉悟，透过觉悟而了脱啊，而了脱。所以缘觉啊，当然这两者来讲都还比较属于心量小一点的啊，以个人为主的，我想要脱苦，或者我在啊，我透过因缘来怎样觉悟啊，那这个都属于声闻法跟什么缘觉法。但是呢，还有若有弟子呢，修种种恨，求无上慧，未说什么净道啊。净道是什么呢？就是菩萨道，清净无染的菩萨道。其实我们说菩萨道的过程，无非就是要转染成净啊，是不是要开迷起悟啊？啊啊，能够让我们有机会怎样跳脱啊这个迷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我们的这个八识里头，啊，以唯识学来看我们的生命的现象哈，会是最清楚的。啊，我们常讲说这六识，前六识专门在管什么生活，对不对？这下头是不是在管生死啊？因为有死亡这件事情了。啊，然后这是前五世，所以这是第六、第七、第八，啊，好，那这第六来说的话呢，因为我们心常常往外放，一旦往外放，都在追求什么现象，所以我们就会迷在什么现象，我们对现象容易起迷哦。那么我们要怎么办？要从相怎样？摄相从性。这下头讲的比较是性的法性的问题，法性跟生死有关。为什么跟生死有关？因为它跟因缘有关，因为七八两世它是流转的啊。我们的这六根是不是只用一辈子啊？生老病死是在讲上面六根，生下来然后就开始老化啊，老化到离离拉拉就生病，离离拉拉到散掉散光了就死掉，四大假合，四大不调到四大离散嘛，是不是就是六根的过程而已啊？就是生老病死，但是过程这里面都做记录哦。做什么记录呢？这是因善因善啊，善因跟善缘会比较相应啊。所以这个第七意识来讲的话，它记录了我们的缘分，这里记录了我们的什么因缘，所以我们说法性是不是在专讲因缘啊？我们的迷在现象，我们的
悟要悟在哪里？悟在法性，要去理解因缘法，我们才有机会觉悟过来啊。所以第六意识要先让我们能够怎样呢？啊，能够转迷成悟嘛，对不对？转迷成悟，才有机会转染成净。这个净是净在哪里呢？是这个的问题，第七意识的问题。我们一旦有第七意识，都是杂染的。第七意识的存在呢，都让我们与生俱来都具有杂染的成分，所以呢，这个也必须要与生俱来，也要术士去怎样转染成精。所以无非一个是迷跟什么悟嘛。第六意识先用，先理解。我们越悟的话呢，就会越清净；越迷是不是就越杂染啊？哎，我们越是迷哈，越杂染；越是理解法性，越理解因缘法的话，会越怎样？越清净。所以我们的菩萨道是不是就是这个部分呢？啊，不仅转迷成悟，还要怎样？转染成净，所以叫做未说净道的这个净道，其实是不是就是菩萨道啊？因为这个唯有菩萨道才能完成，到完成就怎样成佛啊？到完成就成佛，所以我们说因缘因缘，为什么佛陀一直在教我们因缘法？因为既深且细，而且它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下头而不在上面。啊，我们在上面，我们常讲说，其实如同什么？过眼云烟啊，不管多少的身份地位、财富、名利，对不对？家眷，这些是不是如同过眼云烟啊？啊，过程里头我们却迷在这上头，一直追啊，对吧？这个追都样样是不是都无常啊？样样都不可靠啊！但是这个我有随时的记录才是可贵的，这个部分在流转。哦，所以因缘法是不是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分分秒秒当中啊，刹那刹那间啊，起心动念当中啊，啊，所以呢，这里未说净道，其实就是菩萨道，菩萨道。所以这里其实已经点出三圣了，有没有三圣法？声闻缘觉跟什么菩萨道？啊，那这也都是因为有什么有三宝化世才有机会的。所以文殊师利啊，我住于此见。文若思及千亿是如是众多呢，今当略说。哦，那么也就是啊，弥勒菩萨在问嘛，啊，问说啊，问文殊师利菩萨说，哎，我住在这里，确实看到那里，却但是呢，是不是都一样啊？都一样，都是在修行，因为以修行的心，是不是相应到的就是修行啊？啊，以我们菩萨道所应到其他世界，是不是也会相应菩萨道啊？为什么？因为因缘的缘故，因缘会相应，因缘会相应。啊，就好比说，这个有的家庭啊，这个哎，老师啊，这个什么培养了很多老师哦，他是不是老师都常常会聚到一起啊？哎，读书人。比较会聚在一起，是不是？啊，有的家庭啊，哇，医生出了好几个，啊，几乎医师的啊，相互影响，会不会影响啊？容易影响，啊，所以呢，我们说，哎，这个都是众因缘的怎样排列组合而已啊，啊，那因为我们在这边啊学佛啊听经闻法，所以相应到东方18000世界里头，是不是也看到他们在学佛啊？在听经闻法啊，所以呢，如果能够听经闻法，是不是也都得要有三宝化世啊？对不对啊？好，那么先总问啊，三宝的化世，对不对？三宝化世哈，啊，然后呢，别问菩萨修行啊，因为我们说
在133页哈，133页的第二段这里可以看到，所有的佛子有三哦。菩萨是什么？真子啊，有个说法说啊，菩萨是佛陀的正房身的哈、啊。二圣呢是庶子啊，是偏房身的啊。那凡夫是外子，外面生的。啊，意思就是说。其实行菩萨道才最合乎什么佛陀的精神，虽然这三者佛陀是不是都接受啊，佛陀都接受啊，啊，但是菩萨是最好的，是不是行能够行菩萨道是不是才能够最究竟圆满啊，到成佛嘛啊，所以这里的净道啊其实就是菩萨恨啊，菩萨行啊，所以到133页啊，133页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哈，他就分别的来问菩萨的修行如何修行，啊，那么弥勒菩萨啊，他就继续问哦，这些是不是都是弥勒菩萨在问啊？啊，因为我们刚才没有稍微讲整个的架构，我们可能会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问这些，有没有？啊，因为弥勒菩萨啊，继续在请教文殊师利菩萨嘛。啊，他说：“我见彼土恒沙菩萨种种因缘而求佛道，有没有？啊，因为我们也一样啊，啊，在这里我们也行菩萨道的话，跟那边是不是也会相应菩萨？啊，菩萨道，啊，而且呢，那里的菩萨是不是非常的多啊？啊，多到如同什么恒沙、恒河沙一般的菩萨，啊。”那菩萨呢？如何行菩萨道？那是不是要有种？是不是种种的因缘啊？菩萨道是不是千变万化的、啊？六度万恨有没有？啊，有六大原则，但是是不是有各种不同的修法？叫做六度万恨，所以它是种种的因缘哦。啊，也看到了那边菩萨哈、啊，种种的因缘而求佛道。啊，那接下来就是有什么？有布施的婆罗蜜，这是不是就是六度万恨啦、啊？啊，所谓的六度万恨，啊，看到那边的菩萨们啊，如何的行菩萨道？啊，我们在娑婆世界看自己可能不清楚，啊，看别人比较清楚，啊，往往会看别人清楚一点，啊，就会看到哦，原来那些菩萨啊，如何的来行菩萨道呢？那么还其实还是不外乎什么？六度万恨嘛，啊，所以呢，这里就讲到或有行施，有没有？这是不是在布施啦？啊，用他们的什么金银啊，金啊，或者银啊，或者什么珊瑚啊，或者珍珠啊，或者摩尼宝珠啊，或者砗磲啊，那这砗磲就是海中的贝壳啊，那或者是什么这个玛瑙啊。或者是金刚啊，金刚石就是钻石，钻石、珠珍啊，啊，种种的什么珍宝，啊，不只用这些珍宝，还有呢奴婢啊、车胜啊，也有很多的奴婢啦，家里头有一些车胜啊，那这些车胜还用宝饰来哈碾语啊，他们也是等于还装饰这个车子啊，不仅有车胜，他还。有上面很多的什么这个装饰品啊，很多很多的装饰品啊，所以这里可以看到有年语的一个解释，有没有？它是牵啊牵扯着而行之，叫做年附和而行之啊，叫曰什么语？意思就是说还用了很多的这些珍珠璎珞啦，种种放到什么车子的上头，那当然过去可能都是马车啊这类啊的这些车胜啊，所以会有种种的什么装饰啊，那这些东西呢都拿来怎样欢喜布施，不是只有自己享用，而是愿意把它怎样布施给大家来使用啊，回向佛道啊，愿得是胜啊，回向佛道啊，希望所有的众生呢都有机会，其实这也是一种比喻了，这很像说是什么让大家都有机会踏上成佛之道，有没有？踏上成佛之道，它是不是也是一种车胜啊？啊，所以在佛法里头是不是经常啊法
好，一说法就说这是转法轮，有没有？啊，一旦要去怎么样行走，是不是就用车胜来做比喻？啊，就像我们说，哎，这个所谓的成佛之道，我们要踏上成佛之道，就如同啊坐上这样子的车胜，啊，什么样的车胜呢？它是非常的庄严、富丽堂皇。那这种庄严、富丽堂皇，不见得一定要用这些珍珠璎珞，但是我们说佛法的可贵，是不是也如同这样子的宝贵啊？啊，如同这样的宝贵啊，所以呢，愿得是圣，有没有？啊，希望我们都有机会去搭乘，也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够搭乘这种成佛之道的车辆，啊，要去挂号，对不对？要去这个预订车票啊，有机会踏上去，那么就有机会怎样能够成佛嘛？啊，所以呢，这叫做三界第一啊。啊，欲界、色界、无色界当中呢，所谓的佛圣是不是最可贵的 啊？因为让我们能够跳出三界的束缚，啊，到究竟的什么圆满，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诸佛所怎样所赞叹的，啊，都是诸佛所赞叹，因为诸佛呢都希望我们所有众生都能够行菩萨道啊，啊。所以呢，也有或有菩萨啊，他有四马宝车啊，蓝旬华盖啊，宣示布施啊，就是说有些菩萨呢，他也会去准备很多的什么车啊、车子还有马啊，就准备很多的马车。这马车上面其实也有什么，有蓝旬、有栏杆的啊，有盖子、有华盖的啊，然后来宣示啊，做用一些布料。啊，把它装饰得非常的美丽。为什么要装饰这么美丽？其实无非也是诱导我们众生愿意去搭乘，对吧？非常美的车子，我们是不是很愿意去搭乘呢？好车大家都喜欢搭嘛，啊，用这些来怎样布施给啊众生，这也就是菩萨啊，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愿意拿出来跟大家怎样共同来享用啊。那也有一些菩萨呢，他把他的身肉手足乃至于妻子也都怎样布施出来呢？啊，我们刚刚讲的那些都还是属于什么外财，慢慢要进步到什么内财哦，这个更困难了啊，这个更困难，对不对？身肉手足啊，所以我们说，哎，捐血啊，捐髓啊，这个是不是都身肉手足了？嗯，乃至于捐大体，是不是捐大体？啊。啊，及还有狮子啊，妻子啊，等于自己的所挚爱的，那么我也愿意去成就他的修行，啊，让自己的妻子也能够去行菩萨道，啊，舍啊，等于把妻子也能够怎样施舍出去，啊，来求什么无上道，啊，行菩萨道，啊，才能够圆满成佛嘛，啊，那么又见菩萨呢？啊，头目身体心乐施与求佛智慧啊，啊，把自己的身体啊，头目身体呢，那么心乐施与啊，求什么佛的智慧啊？所以我们这也可以看到，其实有三种施啊，啊，一个是属于外财的，不管四马宝车这些是不是都比较容易一点呢、啊？啊，再一个就是身肉手足妻子，都还要布施出去，这已经到。啊，比较内财的部分，啊，那甚至到什么头目身体，啊，心乐施予，这个就比较是捐髓了，啊，捐骨、捐髓、捐器官，是不是都愿意啊？啊，所以也常会觉得说，真的要到捐到自己很深度的这个部分，还是要有点佛法，不然有的人会觉得啊，我这样身体会变坏，就不愿意。好，那其实我们说这个无非也是要有菩萨的什么慈悲跟智慧，是不是透过慈悲智慧呢，那么我们才捐得出去，所以这也是透过什么听经闻法哈，对法的那种相应，那么自己才会愿意，然后把自己的都能够怎样布施出去，所以这个也就是什么求佛智慧，有佛的智慧的话，我们真的样样都能舍啊，但是我们如果这个执着凡夫的特质，是不是样样都不能舍啊？好，我们休息一下，阿弥陀佛。